好啦，再嚟见到欢乐小子初次上阵嘅中横四海，后面就博爱有威、智力宝亦都准备紧啦。好，时间都差唔多啦噃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十场赛事三班千四，七大二十四起飞，随时起步。哎呀，钻石名堂起琴啊！好啦，黄旗举起咗。一跳出嚟嘅時候，最快就係人民武士響外邊啦，入邊勁有波幅搶啦，小威人都跟前啲人埋邊啦，馬林中間環翠戰士最出開心好玩紅眼罩，咁啊再見到響外邊綠色衫綠色帽就銀紫亦都走翻上啲啦，內欄鑽石名陀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八位紅衫就智力寶，出邊神威傲翔，內欄尾五藍衫咧有呢只中橫四海啊，後邊四匹馬大運當頭啦，博愛有威啦，噴火龍啦，暫時包尾係歡樂小子嚟噶，接近呢個香港體育園灣啊，前面帶頭個馬友一對啊，外邊開心好玩。入面勁有波幅啊！第三位跟前咗就人民武士，內欄第四鑽石名陀啊！出邊第五位綠色衫咧就銀紫啦，中檔第六咧仲有呢只小威人就黃衫黃帽嘅，再入邊有環翠戰士藍衫，內欄嗰匹就中橫四海啊！紅衫大約尾六到啦，就係嗰只智力寶啦，內欄博愛有威啦，攞出去出邊有神威翱翔，尾三咧就噴火龍，尾二大運當頭啊，包咗落尾歡樂小子啊！入正就係直路開心好玩咧，輕輕已經將對手拋離一啲嘅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人民武士咧。就追緊上嚟，咁啊再喺入邊仲有勁有波幅啊！原欄追啲仲有博愛有威啊，外邊冚上嚟啊智力寶啦、小威人啦、馬林中間仲有噴火龍啊，最後百零米開心好玩拋嚟咗兩個新米，中檔噴火龍追，咁啊外邊上仲有呢只智力寶，最後五十米開心好玩仲係佔先啊！噴火龍砰砰聲上跟嚟，噴火龍尾場搏贏埋啊！跑第二名咧就嗰只開心好玩啊，至於跑第三名嘅馬咧，咁啊有呢只智力寶同埋歡樂小子咧就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噴火龍入彎，你都唔好話唔驚咁厚，咁但係咧佢有個千四米嘅經驗追得好好啊，咁而開心好玩都個第二啊拋離曬後邊噶啦，智力寶跑翻個第三、第四名係歡樂小子啊，九號噴火龍啊，李寶利啊後上食個尾糊啊，跑第二名 S 號啊，咁啊呢只開心好玩都以為放到嚟勁過爭少少，第三名啊六號智力寶啦，莫雷拉第四名咧就係十二號歡樂小子。梁家俊啊，李寶利啊，失色喎咁場啊！噴火龍食尾糊啊！冇開嗰啲繼續冇喎，又冇雷神，又冇羅普全。好啦，我哋睇下預計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啊，係九號嘅噴火龍啊，獨贏派120元，位置派30.5。跑第二名咧就係四號嘅開心好玩，位置派21元。跑第三名啊，係六號嘅智力寶啊，位置派24元。連贏位四搭九派437.5。三重彩九號、四號、六號順序派7727元，單 T 咧派887元嘅位置 Q 四搭九派136元，六搭九派134.5，四搭六咧派85元。跑第四名啊，係十。二號嘅歡樂小子啊，咁啊，李建國咪擒多潘頓有分咯，係啊，咁啊，應該李建國做騎師王啦，開 face 都好冷，今日真係
手風順好多啊！嘉玲觀眾又留意翻啦，如果想睇翻尾場正式賽果啊，同埋其他大賽事派彩，上翻熒光幕上網頁啦，www.hkjc.com 啊，馬會嘅網頁。順利上嚟都三個第一，三個第二啊，真係唔同啲。啊，尾場爭少少就到啦，以為到啦，放甩咗噶啦。嚟睇睇三揀一預計派彩啦，咁啊，尾場開 A 三其他冷門嘅派30元。見到轉翻銀紙係大件事啦，騎落都冇啊。騎師王預計賽果啦，就係騎師編號4號嘅李敬國啊，今日積分係54分啊。銀紙都俾人頂咗大半程喎，我見係咁三點啦，轉完彎都冇啦，轉完彎轉個彎嘅中間先蝕到埋去跌，變咗開心好啊，彈開咗都冇啦。嗱，咩多飛啊？5.7嘅啫，4號啊，落到。又再即係睇多啲啦，呢只馬。好，睇下四連環預計派彩啦，4號、6號、9號、12號啊，派8774元嘅。跟住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9號、4號、6號、12號順序咧就係派175298元。啊，跟住賽事去翻跑馬地咯，好耐冇去跑馬地跑啦嚇，咁啊星期三嘅賽事嘅。睇呢場，如果佢抽個檔好啲嘅贏啊，睇呢場話可能。嗱呢場你話即係當然啦，第二段嘅段速啊快得好緊要，你可以繼續講係近乎瘋狂添。但係有時跑馬就係你搶咗前咧，有時真係意想不到噶啦，快佢都翻到嚟嘅喎。李敬國今日咪醒咯，即係最唔醒嗰只係提醒嗰只啦，提完醒之後就醒翻。係啦，今日佢幾場抽外檔嗰啲搶噶，咁水貨方面係帶頭贏啦，咪就係放頭咯，幾隻都係抽外檔搶嚟贏嘅。是你的陳嘉熙的美麗子明明可以走都不走，真是這些真的自己看多一點，你是可以這樣的，107磅你不走傻的，真是今天真的騎出彩虹啊，李敬國幾隻都抽外檔啊，那些馬今天又場地即好像快地啦，即由第四場開始就是叫好像快地的場地，那你這些乾快場地你走就快地直路順風啊！其實即係水火風嗰啲，朝早有啲考嗰啲，我都唔諗到佢會走，佢都走。呢只啊，梗係走啦，上次都走啦。你而家都係得一隻追到就緊緊就都係噴火龍。以為佢走唔到啊！真開頭，因為有啲勁有波幅嗰啲會頂佢啊，諗住原來都頂佢唔到，大力騎都頂佢唔到。但係佢係冇留過手咯，即係佢冇石力啊嘛，21.26招騎。佢檔位好啲，贏啦。早段唔使嘥咁多力，你未必追到佢啊！咁啊，呢度開始見到啊，騎落去人民冇事，又冇乜反應，跟住翻嚟咪都輸得遠啲嘅。咁佢原來就心律不正嘅、哦，用多咗啦啲馬都。哇！跟住前面嗰啲咧，全部都唔得啊！銀紙啊、小威人嗰啲早段跟得比較前嘅，都唔得啦。阿銀紙翻嚟啊，郭能都話第日都係會建議都係留後啲跑好啲嘅。冇跟咁前，佢唔捨得嘅。今場佢出閘嗰個位又靚嘅，佢唔捨得。佢拆旗子蛇嘅，叫佢擺前。係啊，都仲要擺前啦。咁啊，錯跑先射啊，唔知嘅。係咯，分段時間頭段13.37，第段21.26，第三段23.35，末段23.15，總時間1:21.13嘅。即係有時啲騎師一望手風順嗰日就真係得心應手啦，幾隻抽外檔可以咁樣順便放。當然第二啫，不過第二都即係跑得好好，比大幅進步，比上一次嗰邊嗰個賽績，同埋係犀利嘅。即係雖然話頭先講過啲因素話場地乾快，即係利放啲啦，但係佢都係用咗一個比較快嘅步出去放，翻嚟係唔斷喎，係啊，係咯，頂得住。即係呢一個第二唔係話你即係轉弱俾人哋追咗嗰種。佢輸只噴火龍啫，噴火龍係最近跑得好嘅，同埋第三係甩開曬嘅，智力寶好遠嘅，完全冇威脅嘅根本係。係咯，即係想係旺開旺咯，國能啊相對又冇咁旺啦。頭先講咗即係銀紙去講個跑，即係嗰個情況，佢話覺得可能只馬要留少少跑啦。另外佢罰咗。
錢嘅，罰咗3000蚊嘅，因為賽後就冇按照規定覆榜。佢係第六嘅，可能又去錯咗啲地方，失望得滯啊！可能咁覆榜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只小威人咧，阿楊明倫翻嚟就話覺得只馬可能都係自亂啲啊，佢唔係好中意即係喺即係銀子即係途中嘅時候喺銀子內側競跑啊。咁翻嚟驗只馬就冇明顯異常之處嘅。佢都係自亂嘅，華倫騎咗場日事，咁上次搬到騎搶口係嘛？咁啊，今日最威嘅騎師李敬國啊，4號騎師啊，都高分啊，攞54分做今日嘅騎師王。